请收看《唯心世界》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。各位唯心圣教，所有唯心贤士同修，今日今时，庚子年3月2日，我们在檀基山建佛寺总本山天坛。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，深谈消灾化劫、天恩永续、天灾永续的大法会，在明天3月3，玄天上帝的圣诞日。3月3就圆满了，到当下我们所承诺由唯心圣教、唯心贤士共同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来祈福祈安，来消灾化解，解冤释结。到当下已经有518万部，已经超过了480万部的标准了。所以我代表十方法界众生，向各位唯心贤士同修致上最诚心的谢意，祝福台湾平安，世界和平，我们以518万部的天德经的功德来供养法界瘟神、冤亲债主，解冤释结，消灾化解。啊，今天已经进入3月2日，啊，这即是我们所有的灵性、明阳两界灵性众乐乐的时刻，我们也期望玉皇大帝慈悲，王禅老祖慈悲，观世音菩萨慈悲，药师佛、诸佛菩萨慈悲，接引
明阳两界众生同观照，同享南天玉皇大帝慈光的加持，大地充满的活力，充满的和谐，尤其这个灾情，世界各国啊，还有很多不幸罹难的啊，我们以修行的心来关怀啊，祈愿王禅老祖慈悲，将鬼谷先师《天德经》所有的功德来转施给这一些明阳两界的瘟神，能够消灾化解，解冤释结，天下必能太平。地球只有一个，是明阳两界共同在地球上活跃修行的触手，所以很难得我们明阳两界的天人圣凡都已经在地球上各尽因缘，各尽所能，还相互的调和，大家目的也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大大的觉悟，觉悟之后才能超凡入圣。所以今天已经是3月2日了，明阳两界有恩有怨，应该渐渐化下休止符，迈向和乐幸福的未来。啊，这即是折火格，要隔去往昔的恨与怨和不满，来找回自己的良心，找回自己的爱和尊严。啊，我明天3月3玄天上帝的圣诞日，也是王禅老祖台湾祖师开启南天圣门、金阙圣门，迎接天人法界万年，回归南天净土，各自成就回去了。所以鬼谷先师《天德经》开示了来从蓝天去从蓝天的真实意，
就是在这一段。我们期盼明阳两界的天人能够和谐，众乐乐，大地春回，充满的华喜呀、啊！祝福各位。各位维新圣教、维新贤士同修代表，首先，我们以感恩的心向外，叩谢玉皇大帝恩，恭贺全天上帝圣诞啊，感恩诸佛菩萨加持祝福，天恩永续，天灾永续，受我维新弟子和会大众代表众等行三拜礼，一拜再拜三拜。好，转过来，哈哈。啊，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代表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时间也过得很快。啊，自从王禅老祖开示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富贵年，到现在来，尤其庚子年元月十三日开始深谈解冤释结、消灾化解、天恩永续的大法会，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深坛香花情、香花影斋串供养啊，日夜通明，光明普照三大千，到今天庚子年三月三，天四福，总共五十天。满满的五十天，五十就是物极都天都地，五十同土，非平静，这个法会五十天的一年，说来话长，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啊，为挽救地球、守护地球这一块宝地，让万仙、万圣、万佛都能够来到这个地球娑婆世界，在这里修行，
但是碍于地球劫难很多，所以就派下了阿弥陀佛身边有500罗汉尊者，光降来地球，守住地球500月的山头，一守就5000年。所以5000年来历劫不断，千秋万世充满着很多的灾劫，到最后百年前，阿弥陀佛就派下观世音菩萨道驾慈航，先来台湾，先来地球，然后见机行事，阿弥陀佛在化身到台湾台南归仁乡的杨家府中，名为老文，在家修行，一面观，一面查，一面证，一面悟，才会发现，又发现了他的500罗汉尊者也都已经都来地球五大洲，各据山头守护着地球的安危。但是这五大洲，地球这么大，那怎么样才能够渡回500尊者、500罗汉呢？所以，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诸佛菩萨的慈悲，要圆满这500尊者、500罗汉回归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一位宇宙大神广禅老祖，他是中华文化的始祖，伏羲氏族，在回归回去15000年前，昆仑山脉的始祖红军老祖，所以阿弥陀佛发现了这一个天大的天机，要守护着这个地球的安危，唯一的大神就是王禅老祖。他已经来地球化身百千万劫劫劫
都化身了，啊，最受回去，红军老祖在接下来湖西四祖，在接下来中华三祖，北翼区的国师，中华民族的根源的国师鬼翼区，啊，接着春秋战国七雄又视线了，为鬼谷子，这个七雄启示着地球东西南北上下中视为七的净土，在春秋战国时候合纵连横又把天下平定下来了，免于人类的灾难，过后到了清朝鸦片战争也是庚子年，啊，又接着下来清朝的时候，这位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也是王禅老祖的化身，事情还没了，到了当下天下还在乱，人心还在乱，所以王禅老祖又化身，在空界中化身，在台湾，啊，与台湾祖师灵性印心诀名，化整为灵。啊，才有民国71年壬戌年的7月24日，开启蓝天。啊，蓝天圣文是玄天上帝，北极玄天上帝守护在蓝天圣文，所以来从蓝天，去从蓝天。终于找到一条路了，啊，让王禅老祖与阿弥陀佛有约，渡回500罗汉，啊，500尊者灵性，回归蓝天净土，啊。来从蓝天，去从蓝天，蓝天任而行，天机在这里。所以各位鬼谷先师天德经，王禅老祖就已经撒下了这个网，忙啊，啊，才有一句对联，在仙佛寺的极乐殿，仙人撒网一箩筐，佛刹净土心为网。啊，所以
摇摇晃晃几千年。啊，才有这一首祭文。王禅老祖开示了祭文，这个玄机我们没有去注意，我们也没有悟，没有参。昆仑一脉是根源，山高无染世间存。上古人心本清净，红军老祖法玄玄。这个祭文就是在赞叹着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了。我们念了好多年，改成歌曲唱了好多年，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把这一首祭文悟了。